要休息一下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去别个地方玩呢。哎，你起来了。啊，我脚麻呀！啊，脚麻是要怎走？要走哪边？去看那个什么小鸡是不是啊？啊，西门町你比较熟，你讲哪一边？我们往反方向。要买鸡排吃吗？快用火箭了。你们吃肉，我吃皮。好大啊！